玛丽的这一招绝活，给我十年我也学不会。来看一场比较秀的对局哈，来自一个水友打月牙。喂，下一之后延迟抓，刚好到身后被捡回来，倒地之后帮得不错，哦呵，好跳起抓过来，这一步想献祭啊，有点失误了。跑过去打一个近拳，近中拳的话哈，如果一中的话可以输敌波的。好，这一下反击很漂亮啊，蓝之山先拿下八神。好，玛丽一个高跳 A， 哎呀，蓄力，哎呀，被骗了，再夹，我去，这长转舒服。玛丽的这个蓄力技，很多人都问我怎么玩哈，只能多练呗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技巧啊。好，跳 A 过来，哎，这下猜错左右，又是一个重拳前倾拳的蓄力夹啊，滑铲。啊，夹完之后再来一波爆一下，再夹，两次的极限蓄力都成功了哈，很厉害。这一招很多人都学了很多年都学不会哈。但 A 之后没有夹起来，好跳 A， 打逆向站轻拳啊，轻脚破掉，再次倒地，哎嘿，这一下跑不掉了。喂，木鸭，好，再爆，有了吗？嗯，没有鸭，怕被升龙，好，架招，嗯，爆一个夹，嗯，厉害啊！大家说一说，你这一招学了多久才学会啊？